全身放松。保持深长均匀的呼吸，太极无极桩，起势，左脚平开，点起点落，肩膀宽，双腿微屈，掌心向后，微微撑起双肘，屈膝，圆裆。含胸拔背，沉肩坠肘，虚灵顶进，百会上临，尾闾下沉，九松，上松肩、肘、腕、手，下松髋、膝、踝、脚，中间松腰，细缓匀长，舌尖卷起，顶住上牙膛，口中若有津液，分小口徐徐吞咽而下。双目向身体内部看，观察身体内的变化，用双耳聆听呼吸的频率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手与脚合，肘与膝合，肩与胯合，吸气如拨茧，呼气如吐丝，
上下一条线，百会与纬履垂直，将命门穴微微鼓起，吸气时腹部收缩，呼气时腹部鼓胀，将意念放于两手劳宫穴，用两手劳宫穴对准
中丹田，痰中穴。感觉两手劳宫穴微微发热，全身浑然一体，不丢不顶，勿忘勿住。全身松而不懈，直而不僵。将意念放于自己呼吸之上，想象用痰中穴吸气，用痰中穴呼气，痰中穴随呼吸一开一合。全身自上而下，保持空、松、通的状态。双脚十指抓地，把重心放于双脚涌泉穴，将气血下引沉入双脚涌泉，感觉双脚发热发麻。身体重心不断下沉，将重心沉于脚底涌泉，自然下垂，双腿站直，收拾，双手向外捧起，感觉双手臂很沉很重，翻掌，双手掌心上翻，两手尽力外展，抻拉拔长，吐
呼气上行，将气缓缓拖至头顶，感觉双臂很沉。导气下行，将气自上而下灌入身体，全身放松。感觉全身非常温暖，非常热，舒适。双手向两边撑起，两手非常沉，非常重。翻掌，两手掌心上翻，两臂向两侧尽力伸展，伸至极限处，托气上行。双臂很沉，感觉将气缓缓拖至头顶，气下行，将气自上而下灌入身体，心中默念空、松、脱，收拾。双臂缓缓张开，感觉气血经双臂行于手指，手部发麻发胀。翻掌，两手尽力外展，抻拉拔长，伸至宇宙尽头，托气上行。将气缓缓上托，将宇宙万物能量汇聚于头顶正上方，导气下行，将宇宙能量自上而下灌入身体，经百会。上丹田、人中、天突、潭中、中脘、水分、神阙、关元、会阴，经大腿两侧继续下行，沉入脚底涌泉，双手掌心对搓。用右手掌心贴住丹田，左手掌心贴住命门，双手逆时针旋转，感觉丹田与命门之间温热